我们看这一题，这一题他说哈 ，A 是介于负二跟三之间 ，B 介于负一跟四之间嘛。那么他问说 ，5A 减 4B 的范围是多少？那我把这个乘以5嘛 ，5A 哈，它是小于多少？五三十五，它大于多少？五二得十，负十。那就给它乘以负四，负四 B 哈。小于多少？乘以负四是四，小于乘以负四是负十六，那给它加起来，加起来哈，这个就是 P，P 小于多少？十九，那大于多少？负二十六，所以介于哈负二十六跟十九之间。